都说网红歌手千千万，声卡战士占一半。当网红线下开麦，他们的真实唱功又会和视频里一样吗？马来西亚知名网红林慧凭借一首泰国歌涨粉数百万，可网友发现她在线下再次演唱这首歌时，却与网上的她反差极大。主要的反差还是在外貌方面，不得不说这唱功还是挺稳的。莫叫姐姐用一首不该用情一夜爆红，而她的现场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景龙、景迪姐弟作为网红歌手，这两年可谓是名声大噪，不仅人气暴涨，还给电视剧《苍兰诀》唱起了插曲。可谁成想，当他们现场演唱这首歌时，竟然如此拉垮。一个梦，是夜色就朦胧，在那苏醒之际，有始有终。看看我们身影，那副背影。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，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。网红戴雨桐凭借甜美的外貌和动听的歌声，拥有着千万级别的超高人气。可谁能想，她也逃不过现场的考验。明明在视频里还是个甜妹，可怎么一到现场却变成了酷酷的烟嗓了呢？也不是说网红的现场就一定会翻车。这个叫于闪闪的小姐姐在路演的时候，被音响老师故意关掉了伴奏，结果歌声反而更好听了。一身水又站在分裂的黑夜，你不知道风的颜色，不知道被分散的轮廓，不知道时光未眠的我，思绪踏过星河，你不知道雨的凉薄，不知道被那时的沉默，不知道时光是分小说，而我是你。没有伴奏吗？你们听不到伴奏吗？梅林老师，你故意的。